大家好，我是一球。昨天更新周黑的时候也更新了头条。米林因为已经有一次四连胜了，所以他是90，另外姆希塔良也有头条，我忘了现在是87。班巴和格雷斯卡是周末四连胜吧，昨天也一并更新了数值。今天就一个大比拼，首先是费内巴切任意联赛做阵容创建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加一张土超的，或者土超直接阵容创建也行。第二个波尔多和第一个 SBC 解决的方法类似，但是要小心的是来自同一个俱乐部的要求四个以上，然后国籍也不能太多，最多只能四个。第三个尤文意甲阵容创建就行，和第二个一样，有一个要求是来自同一个俱乐部至少四个。你要是意甲球员不多的话，找一个联赛多的，然后再挂两张意甲的。最后利物浦其实英超阵容创建就行了，队伍总评高一点，80。群组奖励是一个12个闪卡球员包，金银各半。另外昨天的银卡之星啊是来自德乙，不是德甲。好了，就是以上，谢谢大家观看，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